结论同意了。不要以为我们心动宅急送就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我们心动宅急送的特别节目彩蛋时间。彩蛋时间，彩蛋时间，大福利来了，大福利来了！你们都知道我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怕鬼？怕人？怕你？怕人？怕你？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噗噜噗噜主题游戏馆，要挑战一个非常有胆量的东西，想要让大家在夏天清凉一下。来到了恐怖迷城。完了，我超喜欢味道。我跟那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龙哥一组，我跟左左一组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来恐怖，我不知道我也是好久了，可能小时候去过吧。小时候应该不会。当我们小时候去的那种鬼屋，都是有那种，不是这么就是组织性的。对对对，没有那种假人的。小时候去过。我小时候去鬼屋的时候，就是进去以后就没有抬过头，就没有抬过头，闭着眼抓住人这样子。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四个人就怎么办？我们是。好的，因为我们强烈要求过，我说今天我们能不能全员来，然后对导演组说不让，不让，就一定要让我们四个人，而且还要分两组、哦、所以今天我们经过刚刚的抽签决定，我和小鱼一组，然后刘野和朱云龙一组。我肯定被刘野吓死，然后我绝对要吓朱云龙，我跟你说，刘野你等一下进去自己都怕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摄影师老师刚刚说过，他自己一个人扛机器进去的时候好恐怖，而且还开着灯呢，开着灯都觉得很恐怖。真的啊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去试试吧，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今天有一个这样的规则，就是我们分成两组，哪一组的尖叫次数越多的话，就要受惩罚了。好啊，我是这样的，等一下赌注，那我觉得要输了。等一下赌注，因为我觉得你见到人都会尖叫，岳老你给我忍住啊！我到时候照了手，我到时候全程这样子，走，周奇波走，周奇波走。哇，真的很吓人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走了 ，Let's go。哇哇哇！这是干嘛？天哪！不能这样，人家那点都说了不能这样。很多人要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很多人，这是他们在玩的路的里边的样子。啊，很多人吗？对。所以到时候我们是可以求助的，对吗？求助什么？等一下，是怎么求助？是有工作人员进来吗？对，倒是没有工作人员。如果你们玩不下去了，对吧？你们可以玩不下，工作人员我要退出，会员把我进都不想进去。哎，要是退出也是真的，退出太怂了吧？退出就是输掉，就是输掉，对，就是不能退出啊，就坚持到底，坚持到。不是，他这个就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我天哪，好吓人！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不是，这只是游戏须知。啊，禁止输到对赛的做表演做。刚开始的时候在里面的话，刚开始打里面不是做人。你医院的感觉吗？刚开始这不是医院吗？这是学校吧？不行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们要不要四个一起？不，姐，我们能不能？我们四个一起。拿一个带灯，因为我们人太少。可以。拿一个手机照四个人一起吗？两个吗？啊。这个镜头 Q 不到四个人啊。没关系了，两个人绝对要吓死的。啊，有灯把手机打。我知道那个灯太暗了。就是故意一闪一闪的。好吧，那我们要开始了，加油，左左，你先拿，左左加油。哎，等一下，谁走第一个？他，谁走第一个？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灯这样端平就是亮的，斜下来就不是。嗯，你自己拿，两个灯好不好？行，给你们两个。那我们也要最后一个，跟小方老师走。最后一个，第一个放一个。我好紧张啊。这样啊，我们也是两个灯吧。上了。这灯有什么用？对，你们是四个人一起进去对吗？两个先。两个先，那两个就是一个灯。你两个好不好？不行，两个吗？里面有真鬼。准备好了没有？紧张。我不开玩笑了，我跟你们说紧张了。不是，第一次两个人玩是最……哎，真的很。是我们拍摄的人，后面拍摄。他们先进吧。不，你们两个先进吧，我们先进吧。我们先。他们居然出来吓我们，我更怕。蔡雪，他们吓我们才好。我们蔡雪可以等你，或者过来。你们先进吧，我们先进，给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不要打带。越等越害怕，你懂什么？你听到我都没走，还走？好，我跟你说，你走啊。刘烨我还不了解，他出来就吓我们，我们就不敢进了。知道吧？我们进去，我们先进去找死。很小心点啊，你俩，里面有真鬼，真的害怕。有两个，真的有两个人单独进过的吗？哎，一个人都有，小姑娘一个人都有。准备好了没有？里面有白发魔女吗？准备好了对吧？蔡雪，刚开始有带路，就你来，我啥也来，跟着这位，
工作人员走，好吗？不用走，还蛮大的总监。等一下。他这个心脏不好啊。啊！别吓我，真心脏不好。小云，你衣服被我抓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灯一直在闪什么呀？这是他。我们不要，这个是什么宿舍吗？对，可能你们慢一点，你们慢一点。哇哦！哇哦！不能叫，他要记次数。你们再慢一点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吓！不会的，没事的，就这样，没事的。哎呀，左金波，你不要老是这样搞我啊！我走不动了，我脚发软。你不要这样，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吗？这里是鬼屋，这里是鬼屋，不要给自己加戏。没事，没事。太远了。
别吓我啊，小鱼。我以为刚刚那个是呢，互动一下，互动一下。我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看到的真人吗？这是第二个。第二个。哎呦，我没力气了，我感觉。好了，往前走。走，你们先走，先带一步，带一步，带一步，带一步。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。这是第三个真人。我休息。哎，我得休息一会儿了，不行，我不行了。总结一下前半段的经验，就是走齐国不喜欢走后面，然后走前面，发现后面很恐怖，后面突然会来一个人的，走前面还好。哎，又来了，你看这又来了。你看他看到的真人，现在不怕了，等一下他走前面，他一个人走。你在后面。好，我在后面。他在后面看。等一下。哇！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你快看！太恐怖了，布置的好真哦！哇哦！人吓人，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走地坡，走慢点哦。完了，已经放我失色了。后面真的好恐怖，啊！是你弄的吗？不是不是，后面有一个东西爆了。啥东西啊？你后面有人。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啊？因为有东西要出来啊。往前走，快点！你别跑！
觉走后面是最吓人的。小鱼，我跟你讲，你别想着老想着吓我。过来，来。不要，我最怕老鼠，不要让我进去。我倒不怕老鼠哎，老鼠这种东西吓不着。后面，下你就来啊。那下谁踹我去了？走，走！这怎么这么窄呀？又是他，又是他，你来啊，一起走。在了，不在了。在啊，看到他了，看，看到那里。小雨，你后面。你跟他跳段舞吧，来放首歌，放一窝放一下。啊！不要弄他，人家是好的。啊！走，你这样看啊，这个信用贷款。小鱼。好老式的那个，看到没有，小鱼？好老式的，古灯啊，然后以前那个当扛的那种东西，废旧的，像个废旧的地下室，像一个废旧的地下室。
旧衣服。我的灯怎么不亮了？妈呀！好多娃娃。全是娃娃。其实最怕的还是陌生人。我的汗啊，直接流到了脖子上面了，太热了。走。来一趟鬼屋，我感觉就相当于跑了一天的路。所以拍得到我们。刚刚的那些，给你拿着，来拿着，你的孩子的宝藏。哎呀，好，哎，好好照顾宝藏。往这边走，太让我们。你看他这里好多医用的，必须去，感觉像那个医院，他这个地方应该是医院啊，是医院。看，他这个应该是死去的母亲还有孩子在那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这怎么好像你啊，主席伯，这长得好像你哦。这个长得好像你哦。这长得好像。长得好像你。那个婴儿很像我。主席伯，我跟你说，他说不怕，一直到我走后面。我们看谁先跑出去好不好？不过，我们他这个地方看废弃的医院。我们要丢下摄像师。废弃的医院。哇，医院好恐怖，我就特别怕医院。走吧，小鱼，干嘛呢？全是医药品的，我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汗流浃背的啊，第一次这么仔细的观察，他一下观赏过，看你头像。啊，他这个地方是美发店，看到没有？做的特别好，它那个里面，你发现没有？它的布局做的非常好。所以我们在观赏哪里？它这个是美发店，看这个就像美发店，一看就知道是美发店。有哎，菲菲美容哎，菲菲美容。哎，现在都说不出话了。真的吗？所以整真的吗？整一段要走完，满脸都是汗。我现在背，看这个字，小鱼。哎，死！来了美发店就死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走吧，我想在后面留一段时间。想吓我是吧？没。我胆子可大了。哎，别吓我，现在没有精神，我脚都酸软了，已经不行了。还要回去。Oh yeah, come on, yeah, yo, come on, yeah, yeah. Hello, you watch it, just darling, baby. 哈，哈，哈。他不是自带音效，他是自己。
然后嗓子特别会不舒服，所以他们一天喝点水，他们一天的工作这样子，真的。哎，你是过来鬼屋体验的，不是没有视察工作的？我是对声音比较敏感，所以感觉。这里不是刚刚走过了吗？嗯，我们走过了吗？好多尸体啊！小鱼，走慢点，走慢点。来了，我是那个。这个是迷宫道。我跟你讲，走鬼屋有一个经验是你要随时观察后面，因为指定后面突然会跑出来一个人吓你，你知道吗？人照下来，谁在照我？好，这里是这个照相馆，看关西照相馆来了，爷爷要来了。喂，在哪？爷爷在哪里？房屋里面。这个门可以打开就好了啊！这个门打开。捡起来，走机会。我很胆子很大。喝点水。我刚刚模仿了一下，我嗓子都已经不舒服了。我叫了，我算一下，我叫了几声，可能就两声。哪里？小鱼，你怎么你直接那么小啊？叫了八次了都。怎么回事？直接把我推到那个箱子里面去了。三十多次。怎么可能？我自己算了，我就叫了三次。撑在墙上的，所以我有吗？全是汗，保险金，太累了，我的妈，太恐怖了，不可能，太长了，为什么这么长？是我们走太慢了吗？不是，它那个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都给主席部笑了 N 次了，你笑我呢？好，我走前面。主席部小心哦。
下来，我就不给他，觉得他太胆小了。小鱼，小鱼，他在叫我。小鱼，人呢？走，等一下，来，跟着我来，探索。蜡烛吗？这是新的吗？你换个新的出去。说灯，你换个新的出去说。我的是好的。说灯话。不是，所以说这个灯亮不着。亮不着。走，我们已经闯关了，我以为已经还有了，我们已经闯关。走吧。对。太恐怖了，真的。你看那脸上，你看那。你都发钱了，你怎么发钱了？什么东西啊？蛮吓人的，好吓人啊！怎么办啊？看我到里面了，吓死你！下风过去吧。哎，罗罗，这样，
刚刚工作人员说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今天进去，第二个下次坐过山车。过山车，过山车好一点。坐过山车划船。坐过山车到过山车上面划船。哎呀，我不敢啊，这个好恐怖、啊。你今天进去，人设就立起来。其实真的没有什么。对啊，都是假的。我跟你说，那没什么人，就两三个人一直下来下去，就是那两三个人。根本就没假。但是我不敢啊、哎，真的不敢啊，我很怕这个东西。你这样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把这个拿着。拿着，你就毫无征兆的拿着，然后这个人你就把心脏掏，对，你把心，我心脏给你了。哎呦，我真不行。他就啊，你就给他了。啊，我求你们，你们不要拉我。那是心脏吗？这是心脏啊。心脏，怎么来给心脏的特写？那我陪你进去。这心脏是，是代表四人陪你走一遍的。啊，要不要四个人陪我？一起我走。啊，一起走。人好少，我走好累。不要扔坏人家套子。但保证他们走后面好一点。那你们一起吧，你们把他围在中间，对，我走中间，然后他们俩走后面。人家走中，给他围中间就好了。我们都知道了，你会出来，怕什么？不一定，他随机的。那你走这多久了？那我走这后面，走吧，走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把他围中间。终于在我们的睡姿下面，慢一点啊，都慢一点，而且都慢一点。两个人他不愿意进，他要必须得走，走，我们两个在前面呢，来这看什么呢？哎呦，为什么这么恐怖呢？我感觉这种东西，为什么世界上又有这种东西？哎，感觉好不容易经历了一遍，又要走一遍，对，又要走一遍，哎呦。但是你俩刚走过，应该没什么感觉，还是有点怕。哎呦，我想是相对会放松一点，相对放松一点。还是会怕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有人在敲。梦魔。来来来，进来。站这里。站好，站好。我刚刚跟左奇墨研究了一下，他们这样讲话好累的。摆出来，摆一个 pose 配，只能自己跟帅老师那个是。我没有。pose。pose。还是我的主场，看到没有？那么不恐怖感觉？本来就不恐怖啊，就是我你自己想的恐怖好吗？啊！哎呀，我感觉又下不动了。啊！你为什么会想啊？你看一下他这里，看一下他这里。你想看？你想看？这种，你看，像古时候。你要看一下。像古时候的那种，看没有？看这个，像不像古时候的那种？出去摸啊！哎呦！啊，小鱼，没事，这里没有。哎呦，我不管了，哎呦，好恐怖！你不要照着我。哎呀，妈！等一下，我要上叫。就是，你现在不要叫了，叫一下就是了。这里一直都没有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设定更恐怖哎，不恐怖，那你怕？对。啊，一直都是你在。哦，为什么想等一下？什么故事啊？不知道。我不想再外出。对。
吃饭的，你看这是水壶，好多这种老啊，怎么还有蟑螂？蟑螂！天哪，好吓人！这包子。好了好了。哎，为什么门会动啊？吃饭了吗？饿了，门后面有一个。屁的，不要吵。真的，这还没结束啊！你小心点，门。小心点，门后面会有人叫你。哎呦！你不要打我，好痛。第六声啊？哪有？这算了。怎么可能？第三、第四声吧，这。第五，第五。才第五声。我那个。忍住啊！憋住啊！不要叫。我下一次我要说我抱恙我不来了，不光是我。下一次你已经答应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有。回家找我妈去。过山车。你应该让朱雨龙录一下镜头前面。我已经录镜了，录了很久。你让他录个，给他拍个录镜头前面。这窗户里面应该有人。啊，你不要一直在研究这个了，能赶紧出去就好。得慢一点走。不要。等下有个蛇，我跟你讲。蛇个屁！我不怕。叫啥呢？耶耶耶！哦，一直数一直数，刚才不好说。这个地方是古时候的那种晾衣服。哎呦，师傅你小心点。你要观察朱云龙。要观察他的。我不想观察，但是我就是。你要看周围，你看这周围有好多东西。来来，你都这一次吓得什么？没有，我们那是猛啊！不然摆进来了，你看。你们都在挤什么？在挤什么？啊！呜！要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有人上去。
等一下，不要摸我，那叫我们吧。现在喊君龙的名字啊？来喊君龙啊！啊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妈呀，好吓人哦！看一下，我是想看。君龙，你看一下。哎呦，不看了、啊，管他长什么样。等一下，让他自己去。哎，哎，你看这里边有个。哎呦，好恶心。你们这一组走得好快，不要靠太近。这里有个电话，君龙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出去要考考我们每一组，必须要说出四个场景，要说出这里面的四个场景。你只要不仔细观察，等一下。对啊，你要看呀、啊。说过四个场景啊。好。你观察到了四个场景，必须要说对。就是这里，我刚刚给下过一次了。我就说嘛，每次。对，小心哦，君龙。哎呀，别跑，别跑！你别堵耳朵。快到了吗？早呢。这个是摄影哥哥走前面。哎呀，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我丢下？这样我不敢动你。哎呀，烦死了你！走直播。妈、啊！别跳！啊！我看到人了，我不敢。等一下。从外面的人都没拍到，在那叫。没事。我来照一下给他。我看到大哥了，大哥。你不要吓我，真的很怕。啊啊、烦死了！ Okay. 叫了多少声了，姐？12次了，别叫。啊！什么东西、啊？我天哪！啊，这个又是什么啊？哎呦！你快看这个！我的天啊！看这个，看这个。啊！我不看了，我看到了。是走鸡脖，走鸡脖呗。小鱼。那里有。我看到了呀，看到没？荡秋千了。我天哪，这是真人吗？还是假的？真人，真人。我天哪，我走，所以我要走前面。来了来了，是一个，我不能告诉你。等下我看一下，这是不能告诉你。哎呀，有人在敲哎！不行了，我妆要脱了。这个是化学式吗？类似。怎么心不在焉的呀？还没到吗？到这里，等下搜出来已经。对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你要，对，你要观察。我们观察的很。不要提醒，不要提醒他们。看脑袋上。你看上面。往上面看。哎呦，不看了，头了。不看了。这个拐左拐角有一个，小心点。左边有一个，小心。有个。性病哎！你往这边走，这边右边会出来一个的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满。往左边走。我现在满脸汗。来了。现在满脸汗。出来了。这里有一个。怎么还没到？啊！我看到了。啊！好难过，我早都不进来了，这么长啊，感觉。后面了，后面追上来了，喉咙要坏了。等一下，后面追上来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后面追上来了一个。这里是。等一下，我耳朵有点被我自己抠的好痛。你不要堵住了。慢点。小心哦，这里应该有一个藏着的。慢点。你看，这里我就知道有一个。这里应该有一个。我完全忘了那个地方，没有，我完全忘了那会有。我都看到了，蹲在那儿了。哎，吓死我了！长得好恐怖啊！吓死我！这个地方就是刚才那个房间是吧？嗯，再砍一砍一砍。
这是什么房啊？这是验尸房，这里面全是尸体。为什么？这里我先走，这里我先走。不要，我不走。不站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怎么踢窟窿了呢？怎么踢窟窿了？来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等下，等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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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等下，等一下，等到后面追上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啊！小鱼，你这我要跟你拼了！别照了，我没动你。下一次我你要做什么？姐，做什么事情？多少升了？18了。不管他几下了，不行，我们要不能输。啊、哎呀，这里有个拍照的，怎么还没有、啊？这里肯定还有一个，怎么还没结束啊？等一下，有一个，这里从脑袋上会掉下来一个吧？哎，有一个地方会。这里拍，等下拍窗户出来了。哎呦，拍照把我闪，眼睛快闪瞎了。还没到呢，怎么这么长？你看这个坠楼。坠楼这里边，看这里边。不想。我耳朵好痛哦！等一下，最精彩的还没来呢。最精彩的来了，就从这里跑出来抓你脑袋，是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那个人他得去吃饭？小鱼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不行老街道老街道是有很多房子有啊没有
然后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化学式吗？我对，那个是化学，有化学那个。有好多品错了，错了，全错什么的。有，然后你先说完。还有一个是麻将馆，不是麻将馆了，就有一个麻将桌，麻将桌。然后我还跟你说，我说两说，你说我们给你，绝对给你。放两三个，你说说你。啊，我也对啊，我们一起说的。啊，我以为他一个人说。婴儿房有一个婴儿房，还有一个那种挂好多尸体的那种房间，还有一个是吹风扇的那种一个就是，还有一个法郎吹风扇，还有一个实验室，不是还有一个里边全好了，来吧下一个法郎，还有一个里边全是手，就是那种尸体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不是你们要具体说出它是什么房间，比如说他刚刚说的法郎啊，有个法郎啊，有一个厕所，还有厕所在，还有一个婴儿房。厕所你都没看到吧？没有厕所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古的，那个祭品。开始。啊，还有。那个祭品。还有。好了，OK 了。祭台就好多照片。OK。那你们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狗大嫂。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做那个。谢谢狗大嫂。我谢谢大妈。谢谢东北大妈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输了，等一下就惩罚一下，好不好？惩罚就是一个人进去再出来。再。没关系，就是吃什么？吃大餐，吃大餐。输的人今天吃大餐。下次山出来了，惩罚是下次坐过山车。哇！下次什么？坐山车。这个是惩罚吗，姐？坐山车干什么？还没想好。等一下，姐，这个是惩罚吗？过山车。过山车上面唱歌。唱歌不厉害，要化妆。化妆，我去不了，我好。那妆，等一下。我还要这个，我恐高的，我绝对恐高的。好了，没关系，那跳伞吧，50米就好。我觉得惩罚可以是蹦极，对之类的。去雷鸣山漂流化妆也可以。好，那就漂流了，好吧？我们第一个漂流。漂流化妆。漂流。那我们奖励是什么呀？奖励就是过山车，过山车再玩一次，没有，再玩一次奖励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很感谢咕噜咕噜主题游戏馆给我们这么恐怖的一个体验。对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。